老板，拿暴力去。16。不是，以前不都14吗？早都涨价了。这，哎，现在大环境都涨价了，我也得涨呀，没办法。哎，行吧，我这正好16。哎，别忘了再买个火。老板，你能送我火不？哎，兄弟，我这一盒烟都挣不来一个火钱，我咋送呀？哎，不是，我总在你们家买东西，你就送我一个吧。送不了，你一个大男人，你让一两块钱难住了。不是，你会不会说话呀？走了。哎，拿个木杖，十斤。拿个火，1块。再拿瓶水，3块。找我1块。哎，不是，你不要离群了。不用，太贵，抽不起。哎，不是，你换了干嘛？你看啊，我拿一个利群换了一包烟、一个火、一瓶水，差点钱。可是你喜欢利群啊？以前的我确实很喜欢，但是现在的我